们另外一个循环的开始啦。今天是我们戏剧线的第二次选择周冠军。是。不过如果在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你还是很有兴趣的话，还是欢迎你来报名。是的。只要是一个人以上、六个人以下都可以来报名，而且一定要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哦。是的。那同时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评审啦。好的，欢迎我们的展龙老师。Hello， 大家好。再欢迎我们的展瑞老师。Hello， 大家好。还有我们的，真的是。你们这样有没有骗通告嫌疑啊？没有没有，是制作人叫他来的，买一送一耶。没有，因为我听说之前酷炫表现的不是太好，所以我是来这边撑场面的。没错没错。然后因为他被他现在变成参赛者，没有没有啦，这样子两个兄弟希望可以有一样的想法。要是等一下戏场，我们也是很乐意看这种东西。哎，我也蛮好奇的。对啊，很想知道会不会分数还一样？心电感应。对，但是今天特地颜两个颜色的头发不太一样，至少分得出来了。当然，还有我们的评审长阿 K 老师。来，主持人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来，欢迎我们第一组参赛者，欢迎吴佩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和顺技术学院的餐饮管理系，然后我叫吴佩琪，今年20岁，哎呀，才20岁，对，大二，对，大二而已。OK， 很喜欢演戏，可是在演戏上面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是不是？嗯，对，就是因为从小很喜欢看电视嘛，然后就看偶像剧，然后就希望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自己这样。哎呀，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啦。如果表现得很好，希望你也可以往各个方向去发展，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要带来的主题叫做什么呢？大牌新人。哦哦，大牌新人来喽。啊，每天看你在那边照镜子滑手机，总不花点时间去公司充自己啊？哦哟，你不要那么大惊小怪好不好？而且女生照镜子本来就是天性啊，而且我很认真的在经营我的粉丝专业。你看，这是我刚刚拍的照片，好看吧？算了，桌上有一份资料，看一下。哈，你看，这不就有工作找上门了吗？让我来看一看。不是吧？你是拿错剧本啦、啊？这种角色是我来演吗？挑，你还挑？我才不是这种角色嘞！有觉得播放不错了，挑什么挑啊？不是啊，我们家那么有钱，而且又投资给剧组那么多钱，我要个低女主角困难吗？拜托，搞点状况好吗？你现在只有新人哎，这圈子有钱那么多，差你一个吗？拜托，认清一下现实好不好？我知道，我知道，你是金牌经纪人，但那又怎样？还不是我们家花了一大笔钱请你来当我经纪人？就不信，以我这种姿态，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更何况我有是钱，我就不相信钱不能解决一切。算了算了，我不想跟你讲那么多，时间不早了，整理一下，我们去吃饭。哇，自以为自己是大明星啊，那么招摇，新人就有新人的样子好吗？ Hello， 现在正准备要去吃饭呢。还好吗？等下有空我愿意跟我去吃个饭吗？我不要，我不要。大家对你的作品的这个第一秒的反应蛮奇怪的，我觉得有点傻，因为我觉得好像各演各的，虽然说他是一人演两角嘛，但是我觉得好像那个情绪是对，有点可惜。但我就那个剧情里面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新人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怎么样？其实他不是大牌的问题，他是请错经纪人。怎么？他很明显就是请到保险经纪人。经纪人就是他误会说经纪人都穿什么样子？对，怎么可能？你看我们家潇潇，看我们家潇潇穿什么样子？哪一个穿那个西装出来了？对啊，没有人穿 Semi Low 的啦。问一下我们的老师，展荣老师。
首先我觉得你的外形其实很好，因为你在荧幕上其实是会很讨喜的，就是别人会看你觉得你很可爱。但是我觉得你选的这个剧本，因为是对立，就是要吵架，但是你可能生活中你个性太温和了，因为看得出来可能后面那个男生扶你的时候，你那种温柔的东西就会比较多一点，对，比较自然一点。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吵架这路线发展的话，你其实在生活中应该要多跟人家吵架，因为其实有时候演戏不是真的在演，是真的要吵架。你要融入，你要把剧本背起来之后，你真的要跟他吵架，那个真实的吵架是骗不了人的。对，所以如果你或者想要往这方面走的话，对，可以。他们那个团体就很常吵架，对啊，你们一天到晚就是鬼吼鬼叫的，叫到喉咙都破掉了，是真的要吵架。阿天老师，角色上面的区分就是不够好。今天你说一个大牌新人的话，那感觉起来我们好像不是站在他那一边，观众就会看到他就会觉得说啊，这个新人怎么这样啊，自己出钱就以为自己是老大吗等等的。但反观那个保险经纪人，经纪人啊哈，经纪人这个角色也没有很讨喜啊，我们好，他好像也是觉得说这个女孩子怎么这样啊，怎么样的，我们没有看到演员观众不知道说我们要站在谁那边，找不到一个立场，找不到一个，对，我说这个人我不太喜欢，但是另外一个人态度好像也怪怪的，就喜欢那个扶人家起来的男生，对，那个男生又介绍又不够多，对，那男生要去拒绝他的理由又不是真正来自于这一个大牌新人他自己本身的特质，这样子的话，我不觉得他有受到适当的惩罚，他也不会在这件事情上面而得到反省。他顶多就是这个女生大牌新人就傻眼，那我就去找下一个男生好了。结果搞到观众也傻眼，也傻眼，所以全部都傻眼，就是说，哎呦，那我们看这个，我们到底要得到什么，或者是我们被娱乐到的东西又是什么，会找不到。展瑞老师，我会想看你表演，但我觉得比较可惜，可以给你一点小建议，是说在表演的时候，你只要你尴尬，观众就会跟着尴尬。所以其实你的那个眼神啊，有的时候你会，可能你在想台词，你往下飘，其实这些会让别人容易跟着你一起尴尬。好，那我们听完三个老师的讲评，我们来听一看佩奇这一次的初登场能够获得怎么样的成绩，请给分。展瑞老师给的是80分，阿 K 老师给的是80分，展瑞老师给的是80分，总分240分，平均80.3分，恭喜获得80.3分。所以事实证明，天哥跟展瑞才有心电感应。哎呦，没错，都是给了80分。真的耶，其实我刚有一度要80，但我有感觉到他们好像是80的气场，所以想说不能输，你不想跟他们一样啊？也没有想说，就是不要太狠了。哎呦，其实80还不错啦。对啊，我乱讲乱讲，温和一点。谢谢，谢谢你，谢谢，谢谢你，谢谢。哦，再来是我们第二组参赛者，欢迎。森丽姐好，铁哥好，平山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台中教育大学教育系。我是游牧龙，我是胡家豪，你们好。哎，不是有三个人吗？还有一位嘞。我们那一位同学今天身体不舒服，所以我们只能带着他的意志过来了。今天身体不舒服，但是你们三个人一起拍摄的这个主题叫做《辛普森与你》。啊？为什么？辛普森？因为我们平常很喜欢看这部卡通，是，所以我们就想说，就拍一下这个卡通的过程。是，然后就带给大家欢乐，散播欢乐，散播爱。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他们带来的辛普森家族。老爸，我要喝水，给我。搞什么？快点还来啦！我才刚喝一口哎。不管谁管你那么多，快点给我就对了。啊！老爸，我的生命之泉没了。你的西丁那个啊，不准跟我顶嘴！你走像现在年轻人一样，跟草莓一样，只是水打翻而已，就在那边哀哀叫。可是，老爸，这里是沙漠，没有水，我哪戏呀？你先点点啦，我等一下就证明给你看，没有水，我们也是可以活得好好的、啊。真的吗？好热。